介乎于中间那个以前说的那个就是造化的真造化样的真菌，但比那个硬的多得多啊。像肥皂一样那个真菌病例，那个东西很软，骨骼有扩张破坏的痕迹啊，这个是很明显，皮肤有损伤啊。这个病例后来没再来复查。这个老年人复能够坚持复查的很少，一个老年人可能对这个意识不到啊。年轻人的话，2到36%年轻的病例，这个是一个2到36%清理后的一个定期复查的一个病例啊，就是他这个不是完全填满，这骨骼上有些地方就像拿凿子凿过一样啊。这反复强调过很多次，2到36%在清理后啊，必须要终身定期的去复查，否则的话就拖的时间太长，造成第二次完全阻塞的概率啊非常的高。有没有就是没有，就是说清理完以后也长期不复查，然后没有再堵满的病例呢？有，我还真遇到过，但比较少，是少数啊。多数病例，几年以后，这是像这个已经算是少了，这个算很少了。这个骨膜的这个形态也需要差一点，骨膜浑浊啊。以前是应该是有过中耳炎遗留，前两个是这种单支瘤性的病例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定睛纯色啊，这个东西接触的多了，这个钩子下去勾一下，大致就心里会有一个数。定睛啊，包括牛肉干啊，全风干牛肉干，那个质地跟单支瘤的那种质地完全是两回事，差很多。手感上基本上就能区分开啊。这个就比较容易了。即便是全风干的啊，清理完了以后，上皮啊，皮肤可能会有点轻度的损伤，这个骨骼形态是不会发生改变的，就是你枣核这样的。玩到的底壁还剩一点儿，再强调一次啊，这个虽然说视频里经常说，但是可能很多没怎么在当回事听，这个东西是一个极少数，多数人的耳朵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，你不需要刻意去清理啊，就算普通的定睛纯色